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恐惧模组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yeah， 我们太久没有回来方舟恐惧模组了，对吧？啊，不知道各位还习不习惯了？今天老头装了这个恐惧模组的扩展包啊，好像是恐惧模组他们新增的一个扩展包，然后多了一些新的生物。那老头呢，实际上有去外面乱了一下，感觉好像还有些不错的生物吧。我是不知道那些生物是不是扩展包出来的，不过呢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们今天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一如既往的，就是去外面找啊。我们找到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把镜头带回来给你们吧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啊，我们找到这一只很奇怪的东西啊，也是我昨天在探索的时候发现的。这只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鬼啊啊，然后它身上很特别，是它身上带了一个炮管啊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哇，有妖鼠，我吓死我了！啊，你好，喂，麦阿尼赫伯，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、啊、这家伙，有没有？他的肩膀扛两个炮管，哦，还戴帽子，哇，那感觉像海盗哎、欸，黑船长是吧？哎、欸，这只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驯服之类的，我都不晓得哎、欸。我看一下我们的枪有没有办法对付他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觉得这样子会弄到我自己，我觉得这样很危险，等一下射到自己的鸟，自己鸟晕倒有没有？这个距离应该是可以开枪看看好了。一个谁啊？北七哦哦，不要闹啦！我现在这很忙，你在那边戳我，自不量力的怪物哎、欸，不是自不量力的美格龙哎、欸，射不晕哎、欸，这家伙，该不会这个家伙需要用炮击把他击晕吧？其实我好像还蛮想驯服他的说，这到底要怎么驯服啊？哎、欸，班长你好不？又不太想把他打死，我觉得把他打死好浪费啊、哦！怎么办？各位有什么办法啊？强训吗？各位要我强训他吗？我是觉得没办法射晕他。这种像是这种巨石怪，我每次只要抓魔族遇到这种类似巨石怪的、啊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没办法用麻醉枪晕，一定要用炮塔，用炮台。击中他的头部，让他晕倒，这是最让我头痛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没有办法立即抓到他啊！啊，各位怎么说啊？我知道了，各位一定想要我强训他嘛，是不是？来来来来，这就来，这就来啊！等我一下哈，等等我。可是他还在追我，好烦啊！看一下我要怎么强训他。啊？哇，他把什么东西打死？然后我拿到什么东西啊？哇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不管了。哎呀，怎么每次都会有东西咬我啊？这边的生物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每个都是吃饱太闲，是不是？啊，等我一下啊！啊，通通都吃饱太闲，是不是？每个吃饱太闲，是不是？我会不会受伤？先预备一下好了。哎，你好，还好。哎、欸，有强训吗？啊，有了强训了，可以骑吗？可以，我上来了。哦耶！这根本就是船长啦！啊、哦，你看他身上还有那些感觉像是那个什么青苔，有没有？哇，好酷啊、哦！哇，右键是发炮、欸，有没有？咱们这个右键是发炮，然后呢，左键。哦，把石头打爆了，敲一下就爆掉，还获得石头。哇，愤怒的水阵，帮补攻击 ，AK 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很正常，一般般。它真正的特点就是它的水柱帮补，帮补水柱跟那个右键的炮塔没了。啊，这只的功用就是这个样子，而且走路真的超慢的，慢到不行。不过攻击还可以，我觉得攻击力不错，走路会慢应该是负重的关系啊，有稍微快了一点的。高压帮补，哦，抱歉按错了，高压帮补，那5000多，哇，这个还有伤害耶，我看一下这个打到多少滴啊，可是有点难瞄就是了，咬不到那只乌龟啊。好烂哦，30百而已，
他有两段式伤害啊，死掉了死掉了，还行啊，还行啊，不过这只会跳不错，而且我现在发觉他的炮台是两座炮台架，那个他的那个炮啊是两架炮台架在他的那个脖子旁边啊，我现在仔细看才发现，有没有，还蛮酷的啊，那个帽子看起来像是那个开口笑微笑包子，哦，感觉蛮好吃的。好吧，这就是我们这只啊，算是扩展包的新东西吧。啊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所以然说这只到底是干嘛的。总之，我们把它带回家。再见了，拜。哇塞，就在刚刚，你看刚才刚回来，你看，哇，刚刚老头听到一个很诡异的声音啊，一个怒涛的凶吼，怒涛的兽吼，哦，结果发现是前面这一只在怒吼，是吗？最好是金刚的吼声可以这么屌啊！我的金刚好酷哦，而且跑好快哦。这金刚应该是可以抓的吧？把它咬死，好吵死！哇，这个南方巨兽怎么那么大只？所以说，到底是谁在叫啊？到底是谁在叫啊？我已经杀掉了那只吼叫的乱源了，难道是？哎呦，阿法金刚！哇，全部召唤阿法元忍呢？我有没有那个材料啊？我忘记抓这些 BOSS 级需要什么材料了。我记得曾经抓过嘛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曾经抓过嘛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也没办法抓啊。是哪一个啊？我熊熊没记啊。是这个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对，是这个哎、欸。我们刚刚是阿法，是这个吧？我们要不要抓那只金刚来着、啊？哇靠，那个带猿人带太多了吧？这家伙，啊、这什么东西被打晕了、啊？哦，把他咬死！哎呦，凶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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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扯了，太扯了！然后那边还有一只高级版南方巨兽、哦，超大只的，快要跟一座山这么大了。这只记得印象中应该是不能抓吧？我记得那是不能抓的。哎，这只阿法暴龙看起来好酷哦，颜色居然是白色的。哎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什么？哎呦，有点危险。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山上，好不好？看可不可以把它射晕？啊，不行就算了。没有效果，我们把它打死好了。这种我记得真的没办法抓，所以把他打死好了。我应该是不会死吧？咬死你！啊呵！哦呦，哎呦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去死吧！哇，六爷伤害好高哦！哦，把他打死了。拿到什么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啊。不是怎么有注意看就是了。好，不管了。我们要不要去抓那只阿法金刚啊？看他召唤的阿法大军还蛮猛的，说，你找他一下好了。哇，居然掉到下面来了！哼，又招这么多只这样子，你被困在下面了，你知道吗？要不要我来救你啊？啊，你是这个心眼的角头二是不是？里面捞夺啊，里面捞夺。等一下，该死嘛，该死的这个巨女，这是巨女。叫什么东西？给我睡！哎、欸，居然没办法抓？哪里过嘞？我看一下，射一下别只有没有效果？别只就有，哎、欸，我剩一发嘞、欸，省着省着用，省着用，把它咬死好了。没办法抓你，就直接把你咬死了。啊，抱歉。你让我太失望了，然后这边一堆猿人，有没有被召唤出来的，无家可归，因为他们主人已经死了，啊，他们准备分崩离析了，因为你们主人实在太烂了，啊，上面有一只，这边根本是猿人的天堂嘛，是扩展包的东西吗？哎，给我拿来刷装备用的啊，可恶，害我兴奋了一下，原来不能带回家。我们目前为止只弄到一只那个什么巨石怪啊，
海盗巨石怪啊，其他就没有了、欸。这扩展包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新东西啊？然后兄弟们啊，刚刚在逛的时候呢，我突然发现啊，这个周遭奇怪，怎么一堆施救兽也是黑色的？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苗头不对劲了。结果，哦，这边全部都是黑暗的施救兽、哦，迷你版本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应该是黑暗施救兽迷你版。我一看到前面这一只，我都吓到了、啊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！我的天啊！我不知道前面那几集有没有这一只啊，不过我已经忘记了。可是路上遇到其实还蛮恐怖的、啊，好不好？这只到底能不能抓啊？啊，我其实蛮好奇的、欸，感觉是不能抓、啊，感觉是 BOSS 之类的、啊，我觉得我应该打不赢他吧？我觉得我是打不赢的、啊，而且应该也没有办法把它射下来吧？试试看好了。每次一堆在那边啊，真的是受不了哎、欸！好像没射到，完了没子弹了。我记得我们好像还有别的、啊，我们还有这个，来装一下。这个稍微弱了点啊，不过应该也可以用吧。哇，晕不了！哦呦喂啊，他的伤害高不高啊？我有要求哦，这只感觉很强哦。哎、欸，他对我造成伤害其实还好哎、欸，我打他也差不多哎、欸，我好像可以打得赢哦。我靠，这只飞龙好酷哦，可惜好像不能获得他的样子，我把他打死好了、啊。没关系，我们有补血，我们可以慢慢来。把他打死！我刚中了什么黑暗属性？有没有？我们狂扣血，燃烧伤害黑暗属性，会死！吃一下药，吃一下药。我们吃错了。哇，他这个加了连续 buff 哦，没有，那是我自己吃的，吓死自己了，抱歉。这个血太多了吧？我想说要不要打倒他、啊？还是说强训他就好了，我完全什么都看不见呢。我觉得这个他打得很辛苦啊，我要死了！我现在发现我快死了。Oh my god！ 先跑再说。看不行啊，这只我打不赢啊，这只实在太夸张了，燃烧伤害，他会自己回血啊？好，貌似好像不会自己回血的样子。我觉得我强训他好了，我觉得各位想要看的应该是强训吧，好不好？可他还在追我，我觉得好难过、哦。等我一下啊、哦！只好使用我们的时间暂停，急急如玉力，哎、欸，听话嘛！好，这只应该可以带走了。啊，不行，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，我们直接飞上去强训它好了。这只如果强训会被分解掉的话，我觉得那应该就是不能强训了。那能强训的话，它应该是有它的驯服管道啦。啊，看它眼睛长这个样子。看起来蛮屌的，来，哦，变成我们的人了，你是我们的人了，你要去哪里？给我回来哦，笨龙龙，哎、欸，居然没有装填，哇，我居然没有那个哎、欸，我的钩绳怎么不见了？我的钩爪那也没去啊，哇，尴尬了。哎、欸，那些施救兽全部都怎样分崩离析的啊？找不到他们主人了，主人变成我的，所以他们要听我的。哇！居然哪个时候开始攻击自己的前主人了？啊，我们自己的前主人啊，召唤了他现在的小罗罗来，让他们知道谁是老大。相西老大啊，喷子耶，10000多。哎、欸，我这好酷啊！西剑是什么？西剑应该是召唤我们的，我看一下啊、喔。哎、欸，我们的可爱的施救兽不见了。X 剑是什么？哇，黑暗球哎、欸，黑暗球哎、欸，炸一下，什么都没打到啊。嗨，嗨，
超级不好瞄准，不知道这是拿来干嘛。而且我发觉啊，这一只的转头超难转的，很难转头啊，只是外表看起来很屌而已，实际上没什么太大的作用，不好用。左键 C 键 ，C 键没什么。哎、啊，他召唤施救的时候怎么召唤的、啊？哎、欸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为什么不能召唤呢、啊？之后他自己就可以丢出来？算了，不管了。啊，这只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他头摔进去了、欸。啊，算了，我们先回家好了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探索已经够多了、啊。啊，他被传走了。来，我们一起回去。一群狼在嚎。来，回来了！哇，什么拢看无？卡条，太棒了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欸、太棒了啊！我卡住了，救人呐、啊！哦呦喂啊！这个卡条实在是太棒了啊！我按到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戴那个头盔是不是？别戴了，别戴了！会干扰我啊！来来来，过来一点，怎么办？他们都卡住了、欸，我们的石头人也卡住了。No！ 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终于，好了，该放我下来了吧？我们的飞龙哥直接顶在那边 ，K 掉哎，完蛋了！他真的是因为体型的关系卡在这里头了。没关系，我能救他。我觉得我能救他。来吃这个，保证你不会痛。但是你也要让我出去啊！你也要让我出去啊！完了，我传错只了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个吧，嗯，他消失了。我、哦、要从上面跳下来，哎、欸，成功了、欸，成功了，哇，这看起来好屌、哦。其实这一只基本上也是装逼用的啦，能力真的差一大截。哎、欸，谁说你可以咬我们家的，咬我们家的小伙伴？去死吧！啊，喷一下让你挂。哎、欸，说真的，这个操纵感真的很差哎、欸，这只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啦，这是我们今天算是最大的收获吧。啊，那会不会有下一集我不知道啊，等更新啦，没有东西就是没东西啊，吹再多也不会有啊。啊，你现在问也不会比较快啊，这是我常讲的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啦，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方舟恐惧模组再见了。